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折一只玫瑰花戒指，将正方形的两组对边分别对折，两组对角再分别对折，沿着折痕将它折成一个双三角形，将三角形的角向着折痕翻折。然后将这个面向下压平成一个小的正方形，将小正方形它的一个角向内翻折，另一侧同样的方法。将这个角呢向内部翻折，另一面同样的方法翻过来，我们沿着折痕将这两个角向内部翻折，同样这个角向内部翻折，另一侧呢也都是同样的方法。将这个面呢向它展开，然后沿着它的这个角将它旋转，然后外侧这个角向外展开一点，正方形的纸沿着它的一个角向内翻卷，拿出双面胶将它这个末尾粘上去，多余的部分剪掉，它的末尾处粘起来，我们再把这个小戒指环呢粘到花朵上就可以了。好啦，我们这个玫瑰花戒指就折好了。喜欢我的栏目，请订阅关注我们的淘趣工坊。那么我们明天见喽。